对，原来我他说不定墨镜戴在睡觉。没有、啊，有啦，有在移动。那墨镜是戴在这个头发上面，有在动，有在动，有在动，对对对。这个球赛还算精彩。比数还算近，对对对，那么球赛不精彩，他大概睡着了。刚那个擦棒球是有打到主审裁判的仪器机器哦。哦，来看一下哦。哦，就直接黑掉哎！报告学长，完全没有画面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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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的画面是这样子。对对，他把那个摄影机打坏掉啊，主审头盔上面那一击啊。哎，真的哎。哇，这样子是马杰森要赔吗？还钱还钱。今年叫还钱的就是周董还有富邦的观众。还我钱呢！球速领先，两好球一坏球，赶快三振他吧！哦，没有钓到哦。不过这个变化球其实投得还不错，对，错。哇哇，打掉哎！的确算在马杰森的头上，真的哦，哇。